是贾玲。今天来了好多那个年轻的演员，当然也有老艺术家，比如说我们著名的编剧鹦鹉史航老师。史航老师是我们国家少有的著名的编剧，他的作品都有那个，哎，算了，反正挺著名的，史航老师。既然是著名的编剧嘛，就一定会有一些小的瑕疵。史航老师呢，就是爱拖稿，有一次呢，拖了大概3年多，然后写出来以后还给人发过去说，哇，新鲜出炉。对方收到以后给他回了一个邮件说，史航老师，我们公司已经倒闭了。但是我来之前呢，听说池子是一个特别有天赋的脱口秀演员，很多人很多观众都特别喜欢他，很多人把他誉为中国脱口秀的未来。由此可见，我们中国的脱口秀是没有未来的。今天我来这儿的时候，听到了一个特别震惊的消息，王自健，你的节目还在呢。哇塞，收视率那么低呀、哎！我觉得要不然做节目这方向，你就跟陈汉典学一学嘛，该停就停吧，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说错话了，节目停不停，汉典说了不算。真事儿啊，刚才那个自健在后面跟我说，姐，你看我现在瘦了多少？哎，你看。我这身条，姐，我瘦30多斤。我说自健，我的节目收视率要差到你的节目这样，我都瘦得跟池子一样了。你们不要总是说我胖，好不好？我胖是因为我压力太大，我有太多好笑的节目，太多的人邀约，太多的观众喜欢我了，我压力大，这种痛苦你懂吗，汉典？哎呀，自健也跟着笑，真是奇怪。我特别想去上《康熙来了》，主要的原因是想见康永哥和 S 姐。虽然他们节目现在停播了，这个愿望肯定是破灭了，但是没关系。今天我依然能够跟汉典站在一个舞台上，我觉得特别的荣耀。在这里，我特别想跟汉典说。你咋来了呢？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瞎来。本玉是咱们万万家族的那个颜值担当哈，刚才还说我在后台跟你说，贾玲姐不要看上我哟。本玉，你在电影里一共出演了1分钟，我别说看上你了，我连看见你都难。咳嗽一下，你的镜头就没了。今天的主角教授，哎呀，教授有一个标志性的发型，没关系的，教授不用怕别人嘲笑你，现在很多当红的明星都是这个发型，比如说徐峥啊、孟非啊、包贝尔呀、啊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你不用太 care 这个事情，虽然他们比你帅，但你没他们红啊。还有一些网友很奇怪，你知道吗，为什么你们总是要骂教授的电影呢？你们看过吗？你们就说不好。我亲自参演过，我深度参与过，我认为只有我说不好才叫真的不好。教授，不好。哎呀，教授反正是一个特别有先见之明的导演。那阵我去演的时候，表演方式特别的浮夸。我说教授，我说这么演观众会不会骂我呀？教授，哈哈，放心吧，没事儿，谁会骂你呀？放心吧，放心吧。哎，果然电影上映以后，观众都去骂导演了，哪有空管我？不过啊，吐槽了关于教授的这么多电影，但是他真的做到了，而且他真的用心真诚的在为大家做电影，希望大家把掌声送给他。掌声过后，我还是想跟教授说一句话，续集能不能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大家好，我是贾玲。大家好，我是小沈阳。终于如愿以偿的来到吐槽大会，
我真的特别的喜欢这个节目。别人是应邀来的，我是应要来的。我非常的亲切来的这个节目，因为就像回到了二人转舞台一样。你看，我就是二人转演员，你们就是观众乐队。来个 B-box， 来个 B-box。我们二人转演员每天晚上在台上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骂乐队。我为什么我说七期都看呢？因为每一期我都特别心疼一个人，就是张绍刚老师，真的特别心疼他。每一期我看大幕都弹屏嘛，张绍刚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每一期张绍刚老师都滚回来，滚回来。还有从远道而来的宝岛台湾来的赵继平老师，因为赵哥算了，赵哥，哎，赵正平，赵正平，赵正平啊，赵正平老师，不重要，不重要啊，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到底是不是朋友？开玩笑啊，开玩笑，确实开玩笑，是赵正平老师。我跟我赵哥呢，真的是通过《欢乐喜剧人》相识的，虽然只有短暂的三期，再也没有看到他，但是我们的友情呢？就那么回事儿吧。他总说给我发短信我没回，给我发的内容是节日快乐赵哥。我告诉你，我那微信里通讯录里边赵哥就19个，我也不知道是谁。没事，下台以后我指定给你备注上，我就备注上只参加过三期《欢乐喜剧人》的赵继平。行吧，这包有点冷哈，不冷，挺热的。嗯，轮到小丽了哈。小丽是我的师哥，还有个身份就是我的姐夫。对，我们拍了一部大鹏的电影嘛，《煎饼侠》，成为东北 F4。电影里边的东北 F4 被大家就广为流传了。我们其实是网上流传那些吧，都是扯淡。包括我模仿宋小宝，我怎么去模仿他的呢？啊，我得喝多少酱油能变成他那个颜色？说我们东北 F4 不合，说我们争一哥。我跟大家说，我们辽宁民间艺术团没有一哥，只有师哥。东北 F4 从来没有不合过。小丽来。从来就没有不合过。我们是面和心不合，你们怎么看到的？你们是心理医生吗？小丽的艺术真的是她好钻。我从哪认识她那年，就是干什么事情，比如学个乐器二胡什么的呀，她就特别的努力。就别人学10天半个月，她就学3天就会，就钻到这种程度。业务上真的是没得说，人品。净根头发，人品确实好。哎呀，说完小丽没有人了吧？还有人吗？谁谁？池子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脱口秀演员，也是编剧吧？但是我感觉你还是要干编剧比较好，因为演员这行水太深，你想当一个红的演员更不容易。首先你当演员你得具备条件，首先的条件，你家里穷吗？你被砸过酒瓶子吗？你摔过眼镜吗？你这些事没有干你就不行啊。所以这行真的不好干。都说我是一夜成名，我最烦这句话，
什么叫一夜成名啊？今天来到吐槽大会，我就想对说我一夜成名那些人说一句话，你们说的对呀。我就是一夜成名，在2009年那个夜晚，春晚，那一夜之间真的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没有想到一个农村人能够走到中央电视台那个舞台上。那个夜晚过来以后，大到80岁的老奶奶，小到4-5岁的孩子，都知道有一个叫小沈阳的，到现在依然如此。此处有掌声。你看，还是依然的那么火。好好好，火火火火，好。有人说小沈阳不红了，不火了，去年卫视的春晚一个都没上上，也没人邀请。我想说 no， 是我推掉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一两天上一个春晚，上一个卫视，要演一个作品，很容易，糊弄嘛，很容易。但是我不接了，因为我不想糊弄观众，上就上一个好的。在我的心里只有观众，我的家人是为我所生，我是为观众所生。我是二人转演员出身，央视小品出道，中间当过歌手，跨界当过主持人，现在是40亿票房电影的小演员，我是小沈阳。哇，太混乱了。哎呀，太坏了。好，这个大家好，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常远，也是小鹿的小学同学啊。那么啊，对对，大家都好奇。不是，这有些事儿，这个就不要在媒体前面说了啊。这童年童年过去了啊。对，这个朋友之间呢有三大铁，我们都知道啊，一起扛过枪，一起捅过窗，一起怼过张绍刚。我和小鹿呢一起捅过窗，那么本来今天想来一起怼一下张绍刚，但是没想到已经被别人给怼跑了。啊，然后金子就跟我说了，说不要紧啊，他走了你们可以怼我呀。我说算了吧，曹云金，我们才不怼你呢，你以为我们傻呢？到时候你发一6000字长微博，火的还是你。哎呀，我跟金子是好朋友，非常了解他。他这个人呢，非常的自恋啊，尤其是最近迷上了健身啊，对自己身材呢也是非常的满意。有时候我们在后台换衣服的时候呢，大家伙就正常换，他不是，他是把上衣脱了啊，先在那晾啊。然后不穿上啊，就大概是这样，就这儿老架楞着，你知道吧，就放不下去。哎，然后一会儿呢把裤子也脱了，袜子也脱，吊带袜。没完啊，吊带背心儿全脱完了以后啊，开始显摆啊，在我们面前，嘿，看我这胸肌啊，看我这腹肌，看我这臀大肌，你说你离我远点。打远处一看啊，金子脱了衣服就跟小姑娘似的，就长得秀气嘛，这个小鼻子小眼儿，哪哪都小啊，这个。大概那意思啊，啊，脱了半天，完了一会儿又给穿上了，其实就是为了换条领结啊。每当他自恋的时候呢，我就想用那个 vivo X9 拍他的脸，啊，不是照亮他的美，是真想拍他脸。这个今天来的还有一位美女刘云啊，大家伙有的很熟悉，有的人呢不太熟悉，但是呢，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简历，有一条简历特别的狠啊，说完肯定你们会竖起大拇哥。刘云呢，是华人里面少有的曾经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女演员。我再给大家说一下都有谁登上过这个封面啊，有这个范冰冰、章子怡、巩俐、刘云，嗯，这个有一个名字显着很突兀是吧，他特别像我们小时候做的那个题，从以上选项中选出不是同一类的选项。很明显这是一道送分题啊。我先留会儿啊，这小泰迪挺好玩的。这个刘云呢，对自己的名字一直不太满意啊，这行了差不多就得了，整的就跟那个您比观众还高兴呢。刘云一直对自己的名字不太满意，谁给他一刀行吗？谁呀？哎，谁呀？你助理。好，继续啊，还笑吗？刘云一直对自己的名字太恶毒了。刘云啊，哎呀，一直对自己的名字不太满意啊。曾经呢，在2009年、2013年、2014年分别改过自己的名字，一会儿呢改成草字头的云，一会儿改成云彩的云啊。但是可喜的是呢，现在他决定了不改了，就叫刘云了。所以呢，在这里也是隆重的向大家介绍，这位呢就是刘云。那么坐在他前面的呢，就是留不住云。蛋蛋呢是吐槽大会的这个常驻嘉宾啊，这个我很喜欢他的这个吐槽方式，很稳定。但是现在呢也有压力啊，因为他觉得自己只会脱口秀，戏路有点窄。然后刚才就问我说：“远哥，你看能不能我去你们那个开心麻花发展一下？”后来我就劝他，我说：“蛋蛋，你看是这样啊，你呢如果要是到了我们的开心麻花呢，我们的这个演员表上就会变成这样：沈腾、马丽、常远、李诞啊，有一个名字是不是很突兀？像不像另外一道送分题？”这个池子啊、蛋蛋还有金子都是做喜剧的啊，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非常的黑啊。这个池子呢长得黑，蛋蛋穿的黑，金子历史比较黑。就连这个费玉清老师呢，见着他们三个都要说嘿嘿嘿。怎么？什么梗？哎呀，你老了，你老了。言归正传啊，说一说小鹿啊，这个鞋都脱了啊。这样，我给大家讲一个真事儿啊，也是我小时候发生的跟小鹿有关系的事儿。就是小时候咱们做作业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草稿纸，对吧？哎，我小时候有一次在家写着写着作业呢，就是走神了，然后就突然在草稿纸上写了一个李小鹿最漂亮。然后当时特别害羞，哎呀，我就赶紧把那个草稿纸啊，这个团成一个小团扔进烟杆里。完了，我就去洗澡去了。洗完澡以后回来呢，我发现我的妈妈坐在我的房间里。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就是我发现我妈妈把那个纸团铺开了放在桌子上，然后问我：“儿子，李小璐是谁呀？”你当时能知道，就是我是一个7岁的小男孩，就有一种被人捉奸的感觉。真的，当时我自己感觉特别尴尬。我说：“妈妈，妈妈，你不要这样，妈妈，妈妈，我不认识李小璐，妈妈，你要再逼我，我就不好好学习了。”哎呀，
嗨，说这个你们也不懂，因为那都是我们童年的一些非常清纯的一些感情啊。但是小鹿一定会懂，因为亮亮也经常拿着纸条问他长远是谁。我跟小鹿呢中间有一段时间呢失去了联系啊，这个就是小学毕业以后，但是我经常会想起那首歌啊，同桌的你是吧，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安慰爱哭的你，谁为你做了嫁衣，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你们说是谁？对，就是贾乃亮。气死我了。哎呀，小鹿呢小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同班的追求者啊，这个当然我也是其中一个啊，送给他很多的那会儿是小巧克力啊，小熊啊，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都天天给他嘛，小孩嘛喜欢小女孩就给他送这些东西。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小鹿不喜欢这些，喜欢那些比较质朴的比较简单的啊，就比如说像贾乃亮花尽了自己的全部积蓄买的那个6克拉的大钻戒啊。感谢小鹿这两年的不务正业，我们才有机会出现在同一个节目里，也算是圆了我小时候希望跟他同台的梦想。在这里呢也要感谢小鹿，谢谢大家，我是长远，谢谢。大家好，我是乔杉。好。今天来到这儿特别的开心啊，然后头一次来到吐槽大会，吐槽啊这两个玩意儿，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开心。我今天更开心的呢是能见到王迅迅哥，你知道吧？真的很惊讶。吐槽大会办了这么多届，嘉宾种类有很多，就多了去了，对吧？你看有什么偶像类的，对吧？有歌手类的，有模特类的。但是这个啮齿类的吧，绝对是头一回上咱们这个节目。前一阵儿大家知道说有一个真人秀特别火，迅哥也上了那个真人秀了，对吧？有一个环节就是要和周冬雨互换衣服，然后周冬雨当时非常嫌弃，指着王迅说：“我不想给你换，他衣服贼埋汰，人也埋汰。”迅哥。下回要是有这种情况你就跟我说，我带你洗澡去，这个项目咱熟。归根结底提到迅哥呢，我们绝对会想到一个人，就是黄渤，渤哥啊。这个渤哥呢对迅哥呀真是太好了啊，拍电影带着他，上节目带着他，出席各种活动典礼还带着他。如果有一天黄渤离婚了的话吧，王迅的抚养权将来肯定是个最大的问题，是吧？然后呢，黄渤肯定得跟媳妇儿说：“媳妇儿，你这么的吧，王迅归你吧。”他媳妇儿肯定说：“你给我整一边了，我谁要那玩意儿？你给我整一边去，是吧？”其实迅哥，我跟你说啊。要是我吧，我就不给人添这个麻烦了，我早就离家出走了。我回头我就走。下面说一下高进老师，是吧？进哥啊，也是我们东北老乡。你没看吗？就是上了这么半天，我也没跟他有眼神有对视，因为我看着他吧，我不能看他。为什么呢？因为高进老师的歌啊，在我们老家确实很受欢迎啊。每次在 KTV 喝的差不多的时候吧，肯定有一个人起高调，叭蹦起来来。我给大家整一首我的好兄弟，八唱完了以后来干一个，刚刚就干三瓶啤酒，刚干完三瓶啤酒帮又蹦上了一个兄弟。感谢刚才这位好兄弟带来的我的好兄弟，下面我要给在座所有的好兄弟再唱一遍我的好兄弟。然后呢你想啊，这一唱5遍打底儿啊，唱完一遍喝三瓶，唱完一遍喝三瓶，喝的我是哇哇吐啊！所以导致我一看着高进老师的脸嘛，我就往上压，有点恶心。
高老师，反正就是说你的歌好不好咱们就暂且不说了是吧，但是太费啤酒了。而且呢我确实觉得啊，我确实觉得就是我的好兄弟这首歌啊，最适合表达的就是那种虚伪的兄弟情，就是那种塑料哥们花那种是吧，就是那个意思。头回见面喝点酒没怎么着的，哎我跟你说你就是我兄弟，我咱俩就处一辈子。哎呦我的天，太了，真的这首歌我太了解了，因为我和大鹏修睿经常这么唱啊。我们俩就没唱过。这个下面呢我们就要说说陈志鹏老师了。哎，其实大家都知道以前都是说这个陈志鹏长得很像张国荣对吧，我觉得一点都不像。这个两个人呢从辈分上讲就不同对吧，张国荣对吧，大家一见着了以后哎呀哥哥，然后见着陈志鹏以后哎呀妈呀什么玩意儿，这是不行辣眼睛。你们节目不是说保证人身安全的吗？保证保证保证啊，保证乔帅在这说我们控制他啊，把刀收好啊。后来呢加入了小虎队，火遍了全亚洲，但是我没记错的话也是20年前的事儿了是吧，看了小虎队三个成员最近的事业发展，突然让我想起了一首歌，就是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个叫苏有朋一个叫吴奇隆，就拉下个陈志鹏，真奇怪真奇怪。厉害厉害，没事。行了，这个这边该吐差不多了，让我们演演这边的吧，这两位啊。今天的主咖是吧，筷子兄弟，我看这俩人吧我就气就不打一处来。你想我呀，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学表演的对吧，这两个人一个是学导演的，一个连大学都没上过，凭什么当主咖？不就是因为写了一首烂大街的小苹果吗？高进哥回头咱俩也写一首歌，歌名我都想好了，就叫大喜悦。当然了当然，咱往砸人不能往死里砸对吧，筷子兄弟嘛，你也不能觉得人啥也不是是吧是吧。去过美国，去过美国，然后去参加了全美的音乐大奖，唱了小苹果。我跟你说大家伙啊，真的能参加这种档次的音乐盛典真的很了不起对吧，虽然只是表演嘉宾是吧，虽然呢就是在广告时间，虽然呢国内也没有转播是吧，我就想问问你俩就干啥去了。干啥呢你是吧，你俩呀就是在人家中场休息的时候表演吗，就是是不是跟 NBA 那个拉拉队一个性质是吧，观众都上厕所去了才把你俩给拉上来，然后主持人说下面呢请尿不急的观众欣赏来自这个遥远东方的神秘舞蹈小苹果，没准看完了以后就想尿了呢。我和央哥很熟啊，小央哥，因为我们一起拍过电影，然后也合作了很多的项目，确实他也是背着王太利干这些事儿的啊。同时也透露出也想跟我弄个组合的想法，叫刀叉兄弟什么的。但是所以我今天见着王太利老师吧，我有点不太好意思拿正眼看他，因为我怕他过来薅我头发来啊，这老娘们劲儿上来了啊。但是就是但是我确实这样，我想劝一下太利哥哈，你也想开点是吧，合作这种事儿，今天没有我明天也有别人，就是你俩就好聚好散，外部的原因都是借口，归根结底就是不爱了，好不好？所以我劝你呢，长痛不如短痛，早分早好，成就我和肖央一对幸福的小搭档。说了这么多呢都是节目效果，
我们台上互怼互相吐槽，但是台下我们都是好哥们儿。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没别的，以后来东北光顾各大洗浴的时候提山子的名好使。谢谢大家，我是乔杉。哎呦，我看见了。贾乐老师其实平时呢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人，但是我有的时候就反正不太敢跟贾乐老师说话，怕他看上我。贾乐老师前段时间呢刚刚跟我们一块儿出演了这个万万没想到，你说你为什么挑这片子呢？这个贾乐老师呢在片场非常的照顾我们，这个也非常的敬业，但是我们那个片场嘛就是有很多这个风沙，风沙非常大，有的时候呢还会刮这个沙尘暴。导演有一回就喊了，说：“哎，沙尘暴来了，大家快抱住贾玲啊！”四五个男演员就一拥而上，一把就把贾玲老师给抱住了。这后来呢，拍摄是挺顺利的，但是贾玲老师呢，就没事就在现场喊：“哎，沙尘暴来喽！”这儿还有一位95后的这个没人知道的小朋友，叫池子。啊，池子，我来的时候呢，节目组跟我说他是一个脱口秀天才，我觉得这个节目组可能是有点大惊小怪啊，跟王自健比起来，谁不是脱口秀天才？作为这个万万没想到的主要演员，我跟韩寒在这部戏里的戏份差不多是一样的。对，所以呢我们俩大概是一人贡献了2亿的票房，加上教授的啊，最后的票房是3亿。最后啊要说一句，就是大家现在都说教授这个电影拍得不好，但是呢只有我知道啊，教授他已经尽全力了。哦对了，最后还有一个事儿啊，报告老板，没事我就打个硬广，谢谢，我是张本煜。你的头过来。谢谢大家，我是孔连顺。好，谢谢张绍刚老师。其实第一期节目我也看了，确实有弹幕吐槽说张绍刚不要脸，但是这只是弹幕的一小部分，明明弹幕的大部分说的是怎么不是王自健。所以我当时看着绍刚老师一脸的王自健，我就特别想跟节目组说，以后就不要麻烦网友了，直接打马赛克不好吗？如果你们不会，我可以教你们做呀。其实今天在座的嘉宾吴莫愁是让我最感觉有亲切感，因为我一看到他脸上的妆就想起我当年做特效的日子。吴莫愁这些年啊，凭着这个与众不同的造型和独具一格的嗓音，从众多的歌手中是脱颖而出啊，让很多重口味的观众是眼前一亮。他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啊，完全归功于这些年恐怖片市场的不景气。我是今天第一次见到史岩的，我听说史岩之前上节目必称自己是交大毕业的，但是呢交大至今没有给出任何的回应。其实我非常能理解这种感觉啊，要是我被人骚扰了我也不愿意声张。张亮啊，张亮老师以前改过名字，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从来不愿意跟人提起这个事情。我很好奇啊，你之前到底叫什么名字？这么见不得人吗？难道叫张绍刚？开个玩笑，开个玩笑。MC 天佑今天也在现场，
我个人不是特别理解 MC 天佑的直播风格，我看过他的直播，就你那嗓音，我觉得大家想送你的不是飞机游艇，是念慈庵。如果说直播里头允许送念慈庵的话，天佑一首歌下来估计就是亿万富翁了。MC 天佑最近火成这样，我真的很感慨，早知如此我何必去接受高等教育呢？所以池子，我真的很羡慕你，最起码你能听懂他在嚷嚷啥。没毛病，我知道沈凌主持过很多节目，虽然沈凌的主持能力比何炅差了那么一大截，但是依然有人叫他小何炅，我都见怪不怪了。我的粉丝还管我叫小龙女呢。今天的主角是蔡国庆蔡老师，我以前参演《绝世高手》的时候，那跟蔡老师接触过。当时在现场拍戏的时候啊，我就看这个蔡老师在那一个劲儿的搓脸，搓得非常用劲儿。我很好奇啊，我就问蔡老师：“你为什么一直要搓脸呢？”蔡老师就跟我说：“哦，搓脸有助于美颜，这是我在网上总结出来的方法。”我看他搓了这么多年了，我就没好意思告诉他，网上所说的磨皮不是这么磨的。那该怎么做呢？当然是用 vivo S9 柔光双摄， vivo S9 美到无法吐槽。广告狗。蔡老师的这个保养秘诀啊，除了搓脸之外，蔡老师是这么认为的：踮脚胶，踮脚胶。蔡老师认为踮脚尖能够有效的对抗这个地球的引力。哎呀，不得不说，蔡老师为了自己的艺术事业，小时候文化课肯定没怎么上过。哎，最后我想说，能吐槽蔡国庆老师啊，真的是非常的荣幸。我今天的吐这些槽呢，再过几十年依然不会过时，因为到那个时候，蔡老师依然会唱着这些歌给大家送祝福。谢谢大家，我是孔连顺。没话说呀，没毛病，没毛病。那我就跪安了。我一个吧。哦哟，噶许多小人。大家好，我是蔡明。少刚说的对，我骂他的部分说的对，但是我没有想来这个节目，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是年轻人的节目。但是呢，节目组跟我说你得来呀，不来你就 out 了。嘿，我是个虚荣心很强的人。哎呀，一直想紧跟着年轻人的脚步，就怕自己 out。 但是这些年呀，我在跟随潮流的路上一步一个跟头，摔的是吧唧吧唧的。今天是王晶导演的主场，所以我们来说一说毕赣。听说毕导演拍电影啊，经费有限，就呢劝自己的老姑父辞职来演他的电影。拍完电影了，老姑父想，哎呀，该领钱了是吧，就说，毕赣呀，我辞职了，电影也拍完了啊。我知道，我辞职了，
我知道。我辞职了，我辞职了，我辞职了。你鬼畜啊你啊！毕赣对老姑父是真好，拍电影带着，走红毯带着，领奖也带着，也没有人认识。刚进来的时候，我还以为呼兰是你老姑父。文艺片导演果然不按套路出牌呀、啊！别的导演捧老婆，您倒好，捧老姑父，口味真重。郑则仕，一位优秀的演员，这些年呢，他不怎么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了，所以我就在网上搜他，啊，相关的搜索都是。郑则仕还活着吗？郑则仕怎么又活了？要说这位网友啊，你也真是，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不知道啊，猫有九条命，肥猫最少有18条命。不过肥猫这个角色确实深入人心，给我感动得够呛啊，简直就是中国版的阿甘嘛，是吧？啊，就是身材不像。看完我就觉得 ，Life is like a box of 巧克力糖，被郑则仕吃了个精光。黄圣依，大家都说他没有演技，是个花瓶，我觉得当花瓶挺好的。是吧，当不了花瓶的才去当演技派呢。所以说你不用管别人说什么，以后有人要吐槽你的话，你就理直气壮地跟他说，老娘就是花瓶，怎么着插你家花了。黄圣依也上过春晚，唱歌唱第一句就跑调了，吓得电视机前的郑则仕差点噎着，手里的馄饨啊、饺子呀、巧克力啊撒了一地。打那以后饭都吃得少了，看看现在瘦的可怜呐、啊，只有230多斤了。我呢之前上了个杂志，很多人大惊小怪的，这有什么，其实我平时就很时尚，助理说有个杂志采访要照片，我就随便找了几张买菜的照片发过去，哪知道是男人装啊。这下完了，大家都知道我买菜的时候穿什么了。正事儿，王晶，一位优秀的商业片导演以及男人装的忠实读者。电影产量很大，但是质量参差不齐，当然这么说也不准确，不乐意了吧？我也不乐意，哪能这么说呀，是吧？那不能叫参差不齐，那叫参差次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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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齐。你说你老呲呲个啥呀？拿自己当高压锅呢吗？知道为什么高压锅一直着呲呲吗？让你该放弃就放弃呢。我和王导一起录过一个节目，我发现王导是个特别勤奋的人，一有时间他就写剧本，甭管是在后台啊、化妆间啊，一点碎片时间都不放过，所以写出来的剧本那个碎呀，跟饺子馅儿似的，怪不得拍出来的叫贺岁片呢。呵，真碎呀。当时在节目上，为了节目效果，王导呢就老管我叫女朋友，
还想跟我 CP。 哎呀，这事儿幸亏没让潘长江听见，他能爬上梯子上来揍你。而且还有郭达呢，郭达什么地位呀？郭达中国版的杰森斯坦森。我和郭达斯坦森呢，因为春晚成为了很多八零后九零后的童年记忆。现在你们都长大了，为人父母了，可你们都忙啊，没时间陪孩子，给孩子讲故事。我呢就做了一个开心奶奶蔡明的公众号，天天给你们孩子讲故事，陪伴他们成长，让孩子多听点故事，少看点呲呲呲呲的电影。其实呢，同样都是搞喜剧的，我真的很佩服王晶导演，他的商业片真的很厉害。你可以不喜欢他的电影，但是你不能否认他的功劳。我听说过一个很中肯的评价，说王晶的电影虽然有其庸俗的一面，但可贵的是他保存了香港电影的种子。他就是这样把香港电影最珍贵的种子保存在他的一大坨肥料里。说了这么多，这个吐槽大会啊，是我很喜欢的节目。我是个喜剧演员，我明白让人笑比让人哭难太多了，尤其是这吐槽，说轻了观众不过瘾，说重了嘉宾打起来了。能做出这么一档节目，几十亿的点击量，所以李诞池子，不管你们有没有眼睛，我都好爱你们。谢谢大家，我是开心奶奶蔡明。好，我是贾冰。哎呦，张太气了。李诞一笑，眼睛都看不到在哪儿。嗯，说实话啊，来到这儿我真的特别的紧张。嗯，因为很多都是我的前辈啊，这也不好说人家。你看徐峥导演找我演电影，我是不是不该去吐槽人家，对吧？王晶导演没找我演电影，你说我是不是该谢谢你？命好。李庚希啊，年纪比我小，但是出道呢比我早。所以说呢，按道理我真应该去称您一声前辈，前辈，晚辈来晚了，晚辈属实也没准备什么东西，要么我给你点一根啊。我这身上没带着，回头我在台下，回头我给你整几条啊。抽归抽，烟头别乱扔啊。哎呀，说什么呢，这个抽烟呢确实对身体真的是不好，尤其是这个乱扔烟头啊，其实不是特别的文明啊。现在小孩也不知道咋的了，你说就这么大年龄开始抽烟，你像我像这么大时候我抽的比他还多，真的。但我知道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一抽烟呢我妈就抽我。我抽一根烟用五分钟，我妈抽我得一个多小时。然后我妈还劝我说，小兵啊，别抽烟了，对你身体不好，你看你抽的鼻青脸肿的是吧。赵印印啊，社会我印哥啊，社会我印哥啊，印哥东北人，说一嘴普通话啊，东北人我印哥好使，必须的。听说啊，跟郎朗、李云迪是齐名的唢呐钢琴表演艺术家。我相信大家肯定是不知道，但是郎朗和李云迪也未必知道。
像这种国际级的这个我们钢琴艺术家，真的他这个手啊，双手是特别的金贵。我们从这个郎朗的身上就可以看到，郎朗就把他那个双手高价的保了那个保额，就叫什么意外险，高价意外险。我硬哥好使，跟风人也保，高价保额保了他那双手。但是我就纳闷了，你这边上了保险，那边总做饭，你是想骗保啊？还搁这做菜呀、啊？呀，对不起，我要去巴塞罗那剁点辣椒。哎，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我的妈呀，手割破了！这以后我是不是就发财了？我硬哥还说呢，硬哥说什么呢？说是这个有个习惯，就晚上睡觉之前喝一杯那个单一掉牙的，不是单一大牙，不是单一麦芽的威士忌。但是我觉得这种行为就是属实挺能装的，你真的。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嘛，是吧？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爱好，你像他爱喝单一麦芽，我就爱喝勇闯天涯。无非就是带气不带气，打嗝不打嗝的区别。喝多了还是俩字儿，迷糊就完了。刚才还说呢，还说我硬哥还说，哎呀，跟那个意大利的 banana 切磋， banana 还用切吗？扒了皮就完了呗。太能装了是吧？又什么什么斯坦威钢琴家，又蓝带厨师的。我就想问一下，你回东北老家你不怕挨削啊？你还整这么多头衔，我劝你啊，你先给自己整个头盔吧。硬哥像样啊、哦、硬哥，我硬哥，我换下一个。王晶导演，其实我真的特别希望跟王晶导演就来个合作，真的。但是王晶导演说实话，我也想跟你说一句话，我虽然是电影界的新人啊，不敢太造次，但是我还是稍微要跟你说两句话啊。就是你在选电影女主角的时候，你能不能跟徐峥导演学一学？你看徐峥导演选的女主角袁泉、赵薇，这都好演员。你看你选那个女主角，我就想问一下，你是拍电影吗？你是拍拖吧？徐峥导演，我老大，我大哥，真的，这个从为人上、艺术上，我都特别的尊重和敬仰。哎，他就是我的指路明灯，他就在前面走，我就感觉我后边这一块特别的亮堂。老大，我刚才我就摸脑袋的时候，也不什么玩意扎我手一下，我一看啊是头发，哎呀！你可以来摸我的头。对不起，老大，我戳伤你了啊。我和徐导拍戏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气氛特别的愉悦，特别的愉悦。而经常我们俩拍了戏以后，下来以后会小酌几杯。但是徐峥导演为什么能成功？他电影为什么能大卖？而且艺术质量这么高？因为他喝酒的时候也同样在讲着电影的艺术。那天就跟我说，没喝多啊，没喝多，眼神有点迷离。斌斌啊，我跟你说啊，这电影这东西啊，真的好。有演员你知道吧？哎。有演员你知道吧，金凯瑞你知道吧，金凯瑞知道吧，演得好，我金凯瑞，金凯瑞演太棒，金凯瑞还用说，金凯瑞的演技其实我都不认识他。一直唠啊，唠一宿啊，我都唠一宿，夸一宿金凯瑞，到最后徐峥导演也没有发现我不认识金凯瑞，所以说我就心想，我说你还说金凯瑞演得好，哼，好像是我演得更好吧。提起喝酒，千万不要被徐峥导演所迷惑。我那个小朋友圈都送我一个外号“东北酒王”，但是我喝不过他，真的喝不。我们在俄罗斯拍戏，头一天晚上，就刚才我硬哥说的，怼了六瓶 XO， 阿俩，光怼之前，我说老大，你别整这样，明早还拍戏呢，我要对得起艺术啊，你要对得起电影，你喝多咋整？徐峥导演说没事，冰冰啊，你不是演个列车员吗？是，明天拍车里的戏，明天我给你安排两场晕车戏。
结果到第二天，真的，我演得特别好，不但晕，我还吐呢。然后徐峥导演啥事儿没有，还夸我呢。他说这个演员这个演的确实挺有味道的。这个。不过真的，最后我还是想感谢徐导，感谢徐导给我这次机会，能够参加《九妈》这部电影。希望大家能够在大年初一走进电影院，一起来看我们徐峥导演的这部新片，非常精彩。也要特别的关注一下那个列车员，那个演员真是一个非常有味道的演员。谢谢大家，我是贾冰。大家好，我是徐峥。包囧呢，这个拍不了，这个囧不可以跟那个包这个字儿在一起。我们用过一个姓包的演员，后来就不是很成功，你知道吗？没有希望，直到现在我才搞清楚，我上次到这里来录的节目叫做脱口秀大会。哎，你们这两档节目怎么一样的？是说所有的嘉宾全部都是一样的，是吧？唯一的区别就是脱口秀大会里面是没有那个张绍刚老师的。我现在搞清楚了，吐槽大会里面来的所有的嘉宾都是有槽点的艺人啊，所以脱口秀大会就是个喜剧大会，吐槽大会就是个洗白大会。张绍刚老师，你是洁厕灵吗？去哪儿哪儿白。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要健身了，你是努力想成为那个威猛先生是吧？而且今天的衣服穿得过于正常了，没有槽点啊。而且我给你们嘉宾名单了，什么宁浩，什么沈腾、黄渤，你们一个都请不来。哎，名单上还有郭京飞，郭京飞也不来，郭京飞都嫌弃你们这个节目了。郭京飞是个什么样极限的演员，我的天哪，演戏差，长得丑，猥琐，恶心 low。郭京飞，不好意思，我让你来你不来，你不来我就没有办法吐槽你了，我只能骂你了。虽然郭京飞没有来，但是还有一些朋友来了，比方说贾冰老师。贾冰老师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出差啊，不小心看到他的身份证，80后出生啊，所以你们大家看看他这张脸就知道了，80后是真的老了。而且号称东北酒王，在剧组里面跟我喝酒，贾冰老师这个虎啊，一口气喝到6瓶 XO。 我说哎，大哥 hold 住啊，这不是啤酒，这是 XO。 他说不管啥哦，只要喝了就欧了。喝完以后第二天拍戏也欧了。我们副导演真的脸色惨白，跑来跟我说，导演，贾冰老师好像在吐血。我说贾冰老师你喝吐血了？贾冰说，我堂堂一个欢乐喜剧人总冠军，我能吐血吗？我吐的是血丝儿。思文，我非常欣赏的一位脱口秀演员，而且我们是相互欣赏，对吧？哎，如果大家仔细的总结，就会发现我的电影里面，不管是泰囧啊、港囧，还有这个囧妈，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的电影都是由一对夫妻准备离婚开场的。所以思文特别爱看我的电影。他一边看一边就觉得我的人生怎么还没有开启啊。啊，我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好期待啊。思文，你加油啊，你是可以到这一步的。李庚希这小朋友一看就是小桃红派到这里来的卧底，对吧？我跟你说，你不要童言无忌了，19岁不小了，好吗？我19岁的时候已经开始谢顶了。你演过小桃红的女儿，你得向她学习啊！你看桃红多好啊，多么完美啊，长得漂亮，性格开朗，演戏又好，最关键是看人又准，不怕谢顶，有品味。十几年前同样面对选择啊，陶虹老师还是选择了我，根本没有搭理段奕宏老师。这就对了嘛，
不能总让那些长着头发的帅哥为所欲为，对吧？这段奕宏老师我是真的很欣赏他的，我很欣赏他的演技，一直很看好他，一直很欣赏他。最近我才搞清楚，原来段奕宏欣赏小桃红，小桃红又欣赏我。我一想，我干嘛还要欣赏段奕宏呢？萌女郎、新女郎，然后是金女郎。但是金女郎跟前面两个女郎还是有区别的，人家之前两个女郎都很自豪，到了金女郎感觉干了什么坏事似的，不太好意思承认。然后我就搜了个百度百科金女郎，你会发现什么朱茵啊、舒淇啊都算是金女郎，但他们不承认的。我突然知道那个资料是王晶导演自己写的，是吧？这个好笑吗？啊，这个好笑。好，王晶导演真的是非常敬业，据说他拍了400多部电影，最厉害的是有一年他一年之内也拍了24部电影。今天我终于可以站在这里跟王晶导演说，有的时候好电影拍一部就够了。就像我们的新电影《囧妈》一样，描述的是一个男主人公带着他的妈妈到俄罗斯去旅行，如果这个题材给王晶导演拍，就拍成男主人公带着他的妈妈北上去猎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带着妈妈去猎艳，我不知道，反正王晶导演的电影都是要猎艳的，也许那个妈妈是个金女郎。最后说说赵胤胤，好吧，胤胤，钢琴家啊，大家也看到了，赵胤这个人对生活是有很高标准的这个要求的。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是在这个连云港一个朋友的这个聚会那里，结果因为服务员倒酒的姿势不专业，他居然真的生气了，而且每一口菜都吃一两口挑一堆毛病，甩手不打招呼就走人了，真的是个艺术家，逃单都逃得这么有个性啊，而且逃得足够远呢，怕被别人追到，一直逃到巴塞罗那去了，号称是去吃虾的，跑到那个餐馆跟服务员说，这个虾新鲜吗？服务员告诉他非常新鲜，这是今天早上刚刚从连云港空运过来的。赵胤胤的爷爷啊特别喜欢他，就觉得这孩子将来得有出息，得弹钢琴，1岁的时候让他抓周，赵胤胤抓了一口锅，他爷爷也是够横啊，说这孩子有出息，你能抓钢的锅就能弹钢的琴，弹钢琴去。你想这锅要是被贾冰或者李诞抓着了，他们的爷爷肯定说能够抓钢的锅就能成为郭德纲。所以之前大家说过囧已经是个完全过时的一个网络用语，但是用在赵胤胤身上还是可以很合适的，对吧？囧妈是我最后一部叫做囧的电影了，讲的是妈妈跟儿子的一段旅途。因为之前呢我们做了一个调查，发现过完春节之后哈，这个心理咨询的频率会变得很高。你看父母明明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相处最最亲近的人，但是我们相处起来却有那么多的问题，所以囧妈探讨的就是这个主题。大年初一的时候囧妈就要正式上映了，欢迎大家来看，也希望大家看完电影以后出了电影院可以转身抱抱自己的妈妈，如果妈妈不同意呢就去喝酒喝出血丝儿。谢谢大家，我是徐峥。